我一起来举手，听我们来讲故事，我们都是好朋友，喜欢冒险和大家笑起来，笑起来，我们在世界别大乱笑起来，这边吵那边闹。如果有人来袭击，偷了我们的鸡蛋，动用智慧和勇气，大家团结打败他，笑起来了，笑起来了，我们在世界别大乱笑起来，这边吵那边闹。点儿！哦不，这不公平！啊，我是最强大的、最棒的、最帅的！大骗子，你犯规越线了！看看你爪子离界线有多远！线？什么线？你做什么大头梦呀？尝尝我的厉害！这两个脑子里是不是长毛了？还以为自己真成功击了呢？也不像你。够了够了，住手吧！乳臭未干的小子，如果你们真要打的话，至少要学一些正规的招式。哼哼哈，功夫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呀？当然了，您要教给我们吗？我们这么小能学吗？爷爷，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学啊？脑子没事吧？功夫可不是谁都能学的，况且你还是只母鸡。是只母鸡是吗？没准我学的比你还快呢。是时候让你们学习功夫了，出掌一定要快。哼哈哈，出其不意，直系身体要害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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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孩子们，这就是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鸡公派。我曾去过中国少林拜师学艺，领悟功夫真髓，武艺进步飞快，招式套路灵活，心如游龙在天，坐如虎踞盘山，势如猿兽峻岭，鸡鸣掌扫堂腿，乌蝇叫，用心学必定战无不可。鸡鸣掌扫堂腿，乌蝇叫，用心学必定战无不可。气死运行乾坤，动静远程满怀，刚柔相济无形，踢腿直击要害。鸡鸣掌扫堂腿，无心脚，用心学必定战无不可。鸡鸣掌扫堂腿，无心脚，用心学必定战无不可。呼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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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咔哒咔，咔哒咔，哦，安静些，努西兰的，嘘，安静点。我看呐，又有一个可恶的巨人在危害这里。哎，唐吉赫德在此，我要把你们通通消灭掉！冲啊，努西兰的！哦，咔哒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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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鸡鸣掌，干嘛不先使用外交礼仪呢？卡达克，卡达克，我是来拯救你们的，有个可恶的巨人在你们身后，准备战的。你是说那个小胖墩巨人吗？不，当然不是这只可笑的胖鸡，那个巨人就在你们身后。前进，努西兰德。哦，可怜的傻瓜，不管你们愿不愿意，我都要拯救你们。可恶的巨人，你的命运到头啦。
么呀？放马过来，肮脏的叛徒！我要取你的，你的，你把它剁得粉碎了吧？行了行了，大嗓门，我们不可以嘲笑人，不管他是在地上还是在空中，这违反我们鸡公派的精神。还好吗，先生？有没有摔伤啊？我是唐吉诃德，拉玛扎的唐吉诃德，西班牙的游侠骑士，孤独的冒险家，正义的守护者，努西南的，努西南的。我还会回来杀死这个可恶的巨人的，为了保护你们。哟吼，努西南的。我他真是绝了啊！可他也挺危险的，还是盯紧点好。没问题，鸡公派的功夫大师会保卫家园的。战士高过，嘿哈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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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哈哈！哈哈！还不简单呀，这帮鸡很能打。哎呦！呀！居然在嘲笑我，那不容易呀！但我们能组织一次突然袭击，我和我的团队有个非常庞大的计划，没准能帮上你。我接受。你们需要交换什么条件？我们要偷所有的鸡蛋。去，没有任何条件，先生。我们和您一样，对不公正的事情就是看不过眼。谢谢头，我一直憧憬着成为好人。什么也没有看见。他要么已经明白了自己刚才做了什么，要么就在酝酿下一次进攻。保持警惕，这家伙可不是省油的灯，他不会放弃。好了，我们伸张正义的时候到了。来吧，我们一起抓巨人。嘿，您就负责盯着这帮小鸡好吗？只要有一只胆敢靠近，您就把它戳穿。对，等一下，我才是真正的骑士，应该我去杀死巨人。嘿，你们疯了吗？你们要爬进巨人嘴里？嘘，小点声，你会让我们暴露的。勇气赐予我力量。嘘，小点声，要深入敌人的腹部去战斗。我陪你们进去。快点，拉夫，他们和唐吉诃德是一伙的。至少我们不会白来一趟。鸡鸣掌，下一步计划是什么？头，你快跑！你还要问吗？好的。哎，结束了吗？真遗憾，刚看的来劲儿。你觉得我是不是每天应该来这几下呢？比划比划来。不错，还摆了个衣架造型呢。头，我有个逃跑不累的办法，我们只要把唐吉诃德的马偷来不就完了吗？卡达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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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上啊，头，跟上，卡达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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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唐吉诃德。
我这是在哪儿？我的努西南的呢？我怎么没看见他？努西南的，努西南的，被你的老鼠朋友给偷走了。卡德克，卡德克，卡德克，卡德克！你们这些叛徒、懦夫、可恶的家伙！我要抓住你们！哎，我要抓住你们！叛徒，回来！卡德克，努西南的，他要追上我们了，头，我们怎么办啊？闭嘴，赶紧起！卡德克，努西南的，快回来！卡德克，马上回到爸爸身边！卡德克，卡德克，努西南的！卡德克，荣誉、正义、伟大的疯子，这就是拉玛家的堂吉诃德，出自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名著。堂吉诃德始终生活在想象中，好打抱不平，把一切都看作是怪物，无论是风车还是我们的鸡窝。